今天要轮椅子，不要等。小姐，来，请站起立一下来。我们的目的是吃饭，不要吃饱最重要，所以开会是我们的事，大家不
时间，所以才先做先紧一险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手上如果没有我们的会员手册的话，可以到外面拿，还有选票哦。谢谢。我们李监事介绍，好，先介绍大家。要按照号码哦，你选票的号码 OK， 来第一号李氏。好，那个这是监事吗？这是李氏，李氏。李氏，好。哦，他写错。改一下，那是李氏。那个第一号陈和秀义哈，陈和秀义他今天有一个喜事，他到12点会赶过来，好，所以他有很多朋友也到的话，没有看到陈妈妈，不要急。然后第四号和美惠，和美惠，第四号和美惠还没到，他在回龙，是陈妈妈的妹妹，还没有到，那可能等一下会到哈。4年了，这4年来我们从没有，从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没有的协会，到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盛况，大家这么踊跃，而且又有这么多的生命经愿意投入哦。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未来因为有你们的投入哦，那我们的协会在服务这些弱势的团体能够更好哦。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我叫做林杏儿，他的名字很好记，叫我杏儿就可以了。那我是那个北投区青工会的那个执行长。那像协会的部分，如果说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执行长。哎，还有那个黄展。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好。我自我介绍哈，毕竟双木林公司哈发展的展哈，经营哈，各位一定都听过哈，也对我的赞美，我想再讲一次哈，祝大家今天新的一年金兔年哦，鸿兔大展啊，扬眉吐气的啊，这一年呢，大家每个人都 too happy too money 好不好 ？Happy to you 啊，谢谢大家，也记住今天我们的活动啊，我们的会大会啊圆满顺利成功，谢谢。第18次，你监事会议怎么通过呢？
我们林大嫂每一次我们的活动哦，不管是讲座什么的哈，她一定都会到，再忙她都一定来跟我们打声招呼。哦，我们真的非常感谢，她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的顾问，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有你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做的这么久。各位拜个晚年，祝各位一年四季平安、快乐、健康，谢谢。我们请子玲跟我们讲些话，我都叫他子玲，很多应该是要叫丁夫人的啊。很谢谢你邀请我来，我不知道今天的大会是这么慎重，有这么多人。那我想过去这一年，你一定是办得非常沉重，而且有这么多人支持你。那新的一年呢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新年快乐！我们今天可以哈，从没有做到现在哈，四年，三年多来四年哈，我们可以从没有做，都是因为有这些这么热忱的人，然后愿意支持我们哈，然后我们才有信心的走下去，一切会越做越好。来聚餐，我会